金碧湖水。来，佳佳和张天来给天灵和吴昕想动作，我们就想一个那个止痒的动作吧，止痒的，这样抓，这样抓，这样抓，你们的呢？扭秧歌，扭秧歌，扭秧歌可以，扭秧歌吧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现在这一句很关键，来了。来店里早上出来锻炼的，我心在节奏里的，对吧？维嘉也在，张天慢了，来呀快活呀，相信我们，请看回放，你们也会快活的。来，谁懂得吟唱快乐，来呀快活呀，张天是最早的，接下来是天灵，最后是维嘉，但是距离中间那个正确那句最近的应该算是天灵，对不对？是天灵。哇、哦！